加油营半年了还没到十万粉。嗯，说真的，当我看到这条评论时，小脑都萎缩了一下。半年不到十万粉，原来是这么丢人的事吗？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米的？五月多以后基本就都是米了，以前都是部落。哎，还真是，到现在半年了，也确实没到十万。我本来还以为刚几个月就要到十万了，好像还行啊，不说赢麻了吧，咱也算赢一半了，还有点沾沾自喜。没想到在别人眼里连赢一半都不算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再反思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想给自己点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哎，要不然我退米入库，退元入朝，满意了吧？你的声音疑似不够尖锐，我听了听粉丝真正的声音，那我就退元入。哎，你不是我的粉丝，所以我需要听你的声音吗？我没关注过粉丝量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十万粉给奖牌，我都不知道在哪里领，我都不知道要先点创作中心，再点创作实验室，再点万粉成就，然后跳转到这里再点击领取。你看我多么生涩的操作呀，我差点都没找到。哦，对了，十万粉福利是跟伞兵约会，谁想看就看着办吧。